老板，你今天穿的真好看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人家今天刚上的新款。哇，跟你气质太搭了。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没钱交房租了，想给你预支点工资。找个理由说服我。正所谓安居才能乐业，如果我不交房租，我就要出去睡大街了。睡大街的话，就睡不好，没精神，没精神的话，工作肯定不好开展，工作状态不佳，肯定会影响公司的人的。这样子会使公司一蹶不振，我怕公司每天会损失上万块钱。上万块钱啊！其实我，对，其实我自己生活质量无所谓，主要是我对。别说了，说需要多少？两千。两千不够，去找财务拿六千，公司不能亏钱。六千。对，公司不能亏钱，快去快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啊，好嘞。老板，你在忙吗？不忙，你说。我刚才签了一单50万的订单，厉害吧？真的吗？啊、嗯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奖励就不用了，你给我放几天假，我要去撩小姐姐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，给我放几天假。再上一句。我签了50万的订单。再上一句。老板在忙吗？忙，滚。啊！小姐姐，你什么星座呀？摩羯座。那你跟我很搭呀。大早的干嘛呢？哎，老板。你余多少钱呢？4500。4500啊？哎，不是，老板你干嘛呀？5000，拿着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拿着。好嘞。百强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老板。哎，老板，你对人家那么凶干什么呀？以后在公司，我看见你勾搭谁，我开谁。不是，他就是个送快递的。你要给他5000块钱，送快递的啊？啊！怎么？5000块钱，送你工资你够？送你工资你够？不是，凭什么？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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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我跟你是两感觉。送你。我跟何总去谈判了，你在车上等着。哎，我不用我跟你一起去吗？你跟我去又得慌，等着。凶什么凶啊？哎呀，下班去喝酒，我的老板算个球，你看他像条狗，上厕所我还不行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。合同给我。你没拿合同，给。凶死，凶死！老板，你看，谢谢。什么呀？今天母亲节，我给我妈买的，好看吗？等等。送这个。不然呢？不够。那我要送什么嘛？你妈最想要什么？我妈最想要，我不知道啊。儿媳妇儿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妈想要个儿媳妇，我现在就去给她找。哎。怎么了？老板，你羊癫疯吗？快！不是，你看这人啊，长得挺好看的，谁知道不仅羊癫疯，脑子还不好使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干嘛、啊、老板，好不容易休个假，你干嘛呀、啊、救命，妈妈妈妈。什么啊？ Run。 怎么门都没关啊？不会真出事了吧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怎么了？老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才来呀？怎么了？怎么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快说！那有蟑螂就在那儿。蟑螂？老板，蟑螂把你宰了，没啥事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我去找我队友。什么队啊？你说是不是撩妹子？撩什么妹子啊？我去网吧打游戏，我电脑都没上啊。我不信，除非你带我去，要不然你陪我加班。哎，行吧，走走走走走。
过来保护我啊，是我好的王者呢。垃圾，不是个屁，赶紧往死吧。啊，老板，我想回去加班。老板不赢一把不许走。老板，我要加班。老板，你找我？让你做个方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？不是你那点钱，我很难为你办事啊。我不管，今天晚上你不给我，继续扣你工资。哎，喂，老板，这样子，要不咱们两个人呢，各退一步，你说好不好？怎么退？我不做方案，你不扣我工资，合理不？合理。嗯，来，合作愉快。好嘞，老板，你今天真漂亮。真的吗？嗯，走了呀。慢着。好嘞。杨森，干嘛？你敢不敢抱老板？哎，想抱他还不是随便抱的事呢。那我跟你打赌，如果你抱到他，我给你300块钱；如果你抱不到他，你给我300块钱。这没问题啊。老板来了。那中午不睡觉，聊啥那么开心啊？哎，老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开了一单，然后咱们两个拥抱庆祝一下呗。好呀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给钱。给钱，快！哎，老板，杨森抱到你了。那1000块钱一个微信转你啊。那1000块钱一个微信转你啊。1000块钱？什么1000块钱？啊？什么1000块钱？